实战一下哈，大圣当队长，一个公车队长啊，之前也是很流行的一个玩法，失传已久，失传已久。双圣有点磨啊，迷四十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公车队长加公车队，我先看一下平砍的伤害，好吧？一二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正常六 combo， 还是很痒啊。还是很痒啊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欸，可是这对减伤非常高，欸，可是他减伤很高，欸，你看他打6666变成13333，痒痒的。来，我来开一下这个，然后然后再开一个间距，开这个爆发，好，开这个爆发六 C 嘛，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这样就可以破亿了，这对真的是可以破亿了，而且主要用这个是因为它 CD 五回合就可以压一次血，不错。然后再来齁，带妲己当副队长的话，伤害还不会太烂，算还可以接受，以魔队来说算不错。如果喜欢玩魔队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。而且妲己传出时间又久，哦，应该可以一波带走。啊，晚安晚安。好，然后像这边的话齁，水珠嘛，对，它会转很多水嘛，我们直接把它弄，我们来一个大爆发好了。好，这边来一个铜虎子龙扣血啊，其实应该要先开这个会比较好，然后再开这个。可是我血没满啊！可是开牌珠是不是有全部？不行，牌珠没有间距啊！血没满，血没满，我看一下，直接开这个，回复生命。安安。回复力的话，是不是血还有30000多？血还有30000多的血。哦，痒痒的。我觉得以后可能会蛮常看到这一队的攻略什么。
真的是有救到了。测试能被打几次？应该玩回避的。你说那种赌运气的那种，而且转出时间好久。本来这边我们爆发一波哈，其实很多爆发手段哈。我先开这个，好，然后再来开这个，然后再来开这个，再开间距，这样子。哇靠！这个还叫魔队？这个叫魔队吗？有子龙为啥不当队长啊？现在就是在玩这个嘛，玩这个大圣当队长啊。没童子希还能玩这队吗？其实没童子希只是一个选择而已。那当然你也可以放一些像以前的圣达队是怎么玩，就是放一些界王权啊，什么艾德啊、道满那样子也是可以啊。不是说一定要放这队，你懂吗？不是说一定要放这队的。然后这队的爆发应该，其实非常高哎，超级高的。艾德是不是要前几啊？在啊，不用我这个，这个我都不知道、啊，官方才会知道。我们是不可能会知道的。我能知道的东西的时间都跟大家一样，好吗？如果我们会提早知道的话，我干嘛那么辛苦？每个礼拜四在那边等 GNN， 对不对？好，分两波爆发哈。哇！哦，这边一样哈、哦，正常回血，然后等到静音跳起来，然后再开静音压血。谁说三巫要改强啊？你到底是听谁讲的啊？谁讲的？你说。你不要不好意思，你说出来，谁说三巫要改强？不会又是传说中的那个人吧？妈的！OK， 我看一下，排珠，先把它撸。不是啊，官方从来没有说过要把三巫改强吧？
他们没有证实吧？捕风捉影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看到黑影就开枪。哎，这个爆发24亿耶！哎，24亿耶！喝星巴克是99一次的，一个月喝一次而已。好，下一关的话是无视减伤。一个月喝一次，应该不过分吧，各位。一波带走。一年才喝一次，太夸张了啦！偶尔可以对自己好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止血还是要撑到30000啊。啊，回血的话，我们看一组新珠回多少哈？回了23000，还行，哦，还行。然后刚刚因为血比较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刚刚伤害打得蛮高的。那这边再被他打一下，会再压血。那我们再攻击，好，再攻击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可以开一个这个，直接这样子。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伤害？然后再给他打。哦，这个固定延长秒数真的很好用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先绿这个。暗光心先滤掉，好，暗光心没有用的珠子。哇，怎么那么多啊？OK， 这边的话先开这个，好，这是重点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先开这个，然后这一个，再开牌珠。哦，这牌珠时间非常的久。OK， 6亿9000万，怎么追踪？右上角有一个追随，有没有？按下去就好了，非常简单。那像这边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打过去。啊，压血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这边压血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开，应该也是可以过。靠妲己的倍率齁 ,16 combo。欸，不行，抱歉抱歉，我错了。哦，这只是无视减伤哦，这只是无视减伤哦。这样子有没有？
哎呦，干！看来我还是需要压血，还是需要这个静音压血。丁特没事啊，我看他开刀都没事了，有手术有应该是有顺利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有没有强化珠？完全没有强化珠。等有强化珠。开这个，好，开这个，开这个，OK。好，再来这边的话就随便转。欸，好痒哦。OK， 这边的话开这个，然后开这个，再加这个，再加这个，这样啊，没有新珠，间距。好，最后这边比较危险一点哦，这边可能要留一点心思。好，这边给他打一下，我们这边回一个血哦，转出时间很长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留两颗心，好，这边两组心，三组心补了十几万，所以他回复力其实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好，这边25000嘛，对。那我们这边转四颗心哦。我们这边转七 combo 四颗新珠，哦，回了40000，所以基本上一组新珠，哦，就可以回得来了。由此可知，哦，一组新珠就可以回血了。好，卡西娜其实也差不多了啦。我们这边的话，技能开一开哦，这个先开，好，这个先开，这个，然后这个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开个牌珠吧。新珠记得用叠的哈。这样子。再加个龙科。哦，现在是减伤80%的状态哦。减伤80%的状态，
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各位观众，一拳就带走啊！我们等一下伤害要乘以五倍才是真正的伤害，因为我们刚刚减上八十发嘛，12亿嘛，所以总共是打了60亿，60亿啊！所以刚刚实际上是打了60亿啊！哎，我看一下。OK， 这是一个特别的玩法啦。那当然，你有子龙的话，当然直接用队长也比较强嘛，对不对？只是这个组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玩法啦，就是以前的圣达队的玩法，然后放入现在新的队员这样子。